近日，杜海涛现身机场，一件暗红色衬衫外套搭配针织帽，休闲感满满。杜海涛身形略富态，穿衣打扮更是很特别，但是一般的人可穿不出那种味道，好像就是适合杜海涛穿。一顶黑色毛线西瓜帽，暗红色的外套，内搭黑色卫衣，搭配黑色运动裤，这个颜色搭配低调却丰富，一般人穿上去的话可能比较土，但是杜海涛穿上后却十分时髦。一件中长款的衬衫外套搭配休闲裤，这件外套版型比较宽大，但是杜海涛身材魁梧，他穿外套时只把最上面的扣子扣上，本来比较正式的穿法，但下面的扣子敞开穿，露出鼓鼓的肚子，莫名有点喜感。他在里面穿上一件黑色卫衣，黑与暗红相搭配，高级感瞬间流露。下装穿上一条黑色运动长裤，可能黑色在视觉上比较显瘦，杜海涛穿上这么一身，意外地显得时髦清爽。看来杜海涛的衣品还是挺不错的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